但也很疲倦的八月，仅有在心中回响，只因这方向。涅槃寂静，菩提究竟，心灵归宿，彼岸花开放。缘起缘灭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真如本性，无常迅速。慈悲为怀，智慧普照，六道轮回苦海无边，佛陀降世法轮常传，三归五戒是善业道，不可缘灭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真如本性，无常迅速。念佛无声，一心不乱。